Hello， 大家好，我是彼原恋海外运营卓文。马上就是彼原恋主网上线一周年的日子啦，也就是彼原恋的生日。非常感谢多方合作伙伴、用户和朋友们对于彼原恋这一年的关照。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彼原恋的其他小伙伴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吧。Hello， 丽飞，你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话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彼原恋技术运营总监钟丽飞。然后彼原恋现在也经过了一年多的发展，然后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主网上线、合约上线，然后开发大赛。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大家辛苦了，然后也感谢大家这一年多来的支持。那么在新的一年当中，希望更多开发的朋友能够加入彼原恋，为壮大彼原恋的技术生态和社区。Hello， 杜超，彼原一周年，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大家好，我是彼原恋杜超。在过去的一年，非常感谢所有的关注彼原的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包括市场的一些波动。但是我相信在所有老铁和朋友们包括友商的支持下，彼原会走得更好更远。大家好，我是郎玉，我是彼原恋的 CTO。 对于彼原恋一年来说，一年其实过得非常快，整体的开发者的能力也提高了很多。而2018年它是一个充满挑战，其实又是收获十分可贵的这样的一年。2019年重要发力的就是我们一个 Viper 的侧链，还有包括我们后续会提出的一个基于去中心化身份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叫 Facade。 我希望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能加入更多的小伙伴，然后能对区块链技术的前沿有相应的一些把握，同时我们对区块链的实际的应用也得到一些相应的成果。段总，现在已经一周年了，我们应该也对社区也能说一些对于我们彼原恋一周年来的一些发展的情况，然后也给大家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寄语吧。各位朋友大家好，2018年4月24日，彼原完成了各个版本的迭代，正式实现了主网的上链。在这一年中，我们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们的这种核心团队开发了比较稳固的主链架构，并经过多番的测试上线稳定的运行至今。周边的基础设施也逐渐的完善，像我们接入了多家的钱包交易平台以及矿池验证节点服务。我们跟 AI 算法的这种调试也在进行的这种并行的联调当中。另外我们在这一年中，我们的第一届全球开发大赛也完满的进行。在其中不论是我们自身的这种核心开发团队，还是我们的开发者社区，提出了很多优秀的想法，并有一部分已经开始逐渐的往落地上走。在新的一年里呢，我们呢就是更多的一方面是在我们的那个开发上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更多的这种注意力，逐渐的除了我们的主链以外，我们还在并行的侧链上开发出更适于去企业级和商业应用平台开发的这样一个架构，来推动它能更好的为人们所用。在运营上面，我们也更注重我们的这种开发者社区和我们的商业合作伙伴的这种关系的建设。我知道对于所有的公链项目和公链团队而言，2018都是非常难熬很不容易的一年，但还好我们已经逐渐的渡过寒冬，到了今天的这一步。那我希望我们本身的团队还有我们的社区一道呢，秉持着这个创建多样资产和可变成经济这样的一个理念，用彼原去开发出更好更多更有意义的产品应用和服务，来为这个社会也做出我们的发一点光发一点热，也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也感谢各位朋友们能陪我们今天一同走到今天，一道见证彼原的成长。今年是彼原上线的主网上线一周年，我们也请彼原的创始人那个长颊来为我们的各位老铁来讲两句，大家可能也很久没有见到他。如果说2018年是主网
上线的一年，那么2019年就是应用落地的一年。比原可能是全球首个采用主侧链架构的公链，我们用主网也就是 Bitum 来解决中心化风险问题，用侧链来解决交易的效率问题。现在我们主网算力持续增长，交易的安全性有了足够的算力保障，同时我们的侧链也即将开发完毕，到时候将以一个功能强大的 Bus 平台和开发者平台的面部呈现。而且我们的开发平台是以解决实际业务场景为目标，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是比原链的首席架构师 James， 很高兴比原已经一岁生日了，祝比原链这年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Bitum！ 团队在做事，开发很认真。祝你一周年生日快乐！祝你一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Bitum！ 祝你一周年生日快乐 ！Feliz cumpleaños！ Bitum 生日快乐！祝比原一周年生日快乐，早日登上第一公链的宝座！祝比原一周年生日快乐！祝比原一周岁生日快乐！祝贺比原主网上线一周年生日快乐！祝比原链一周年生日快乐，祝福比原越来越好，祝比原链不忘初心，继续砥砺前行，祝贺比原链上线一周年，恭喜比原链正式上线一周年，也祝比原链越办越好。 I'm Johnny Fu. I wish Bitum needs a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to connect more atomic assets with the Bitum blockchain. Hi, my name is Varun Singh and I'm one of Bitum's entry s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anted to wish Bitum the best for their anniversary at mainnet. Hi guys, my name is Tony and I am the Canadian ambassador of Bitum blockchain and I wish Bitum blockchain the project will be better and better. My name is Simon. I joined the big happy family of Bitum 3 months ago as an ambassador.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other projects launch on our mainnet. Bitum all the way. I congratulate the team Bitum. I wish the project Bitum success and popularity. I will help Bitum become more popular in Russia. The result of this year's work is great.